但侮辱下心无方，我命将玉石宽界之力转向魔界上空，天魔一动即刻现枪。玉石天玉，地变星球，稳住向修炼挑战。玉水无上魔丸，堪应五道魔秘之灵精辉一生，再破汉界，面对惊海金鼓之灾，修行开天辟地，出魔则失。万物寒流，天地不好。这个魔衣，飞天覆地。却在两股无边力量共齐之际，乾坤一枪再现，一股万年无凭的混沌之力，来自九天之外，应以九地之下，天地一贯极盛规定，极境天魔。哦，有混沌之力一分为五。破空怒敌而去，至极至极至极，玉石天妖出动，化分成舟，甲分身稳势，但侮辱重创，面对中原陌路，天魔一力何转境，却意外爆发了混沌之力，未知的变数，未知变的苦境，迈开是转机，也是惊绝的危机呢。天枪今朝乱成圈，苦境寒冬已变形。天魔高声动风，天魔灭之灵一半推射，先天混沌之力却意外贯身，一时消失的天魔，自身五道蓬勃精气，混向三方而去。空行之力消停，挂离时空的绿色框架，势不可及。提摩状况不对，这道宽行之界竟然切开时空，如言之不好，极界之内包含魔界一部分中原，重新封作禁地，何代不敌啊！一座提摩，暗夜茫茫，三魔灵一心派遣魔丸，惊呼天魔，